早安，大家好，我今天要帮大家介绍这个 Coach 的侧背小包包，是桃红色的。这个侧背小包，小弟觉得是当季，就是当季款的，应该不是 all day 款的。而且，它的 details 都很好，你看，这算是荔枝皮，这颗自己只有拿到三个，然后它这个，小弟在之前有讲过，它是装得下长夹的。现在在试这个长夹给大家看，大家可以看看里面，长夹已经在里面了，所以你是放钥匙、再放手机都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我现在要讲讲里面有什么内层，里面呢它有一个夹层，这里有一个夹层，所以就只有这个夹层。然后前面这里也有一个夹层，还这两边你可以拆开来的，拆开来会变这个样子。你是可以把你的钥匙啊，就是勾在直接勾在这边，然后锁起来，就不怕不见了，是不是还蛮可爱的？然后它两边是可以拆开来的，你就可以当一般的，就是可能像手拿包这样子就可以出门了。如果你想拆开的话，起来的样子，是不是还蛮可爱的？桃红色的。然后你也可以侧背，是 Coach 小包，然后侧背小包，相信大家很喜欢这种包包，出门就只要塞一点东西就可以出门了，而且真的很可爱，因为它这个上面也是凸出来的哦。